等等的头毛甲热好整齐了，用着手链甲绑起来，然后用着美发梳一摆一摆甲夹落来，这个夹落来头毛袂来拍散去，专属管好阿幼机构，好来做成着假头毛。因为这个是我们惠勤狮子会哈历年来的一项社会服务工作，而且对一些有爱心的一些民众事实上我们还是要提供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去参与这样子一个有爱心的慈善工作。癌症的，在咱中华民国已经连续37年是死亡率最高的，所以国际狮子会加咱国内的狮子会拢足重视这癌症宣导哦。台南市惠群狮子会连续几冬举办着关头门来送互爱幼的活动，18号结合着新年美发业者再次来举办，吸引袂少民众来参与。除了是有爸母出来囡仔来支持，各专程对桃园落来的民众，互人是真感动。助人啊，因为那些癌症做化疗的人很可怜。不会。有听到我们捐发的这个消息，然后头发特地留了一年。那留了一年之后，今天就很荣幸有一个机会来参加这样子。表示一点那个对阿友的心意，这样。上个这场关头门的活动，有一位妈妈因为讲家己的大汉后生掉癌，查讲在了过程落头门的艰苦，特别带着左囝来做着体验，希望当给伊机会教育。对，因为我的老大那个小孩是癌症，是血癌的孩子，今年的6月已经大学毕业，他现在也已经走得很顺利。我这个是小三，小孩第三个。下也带着这个，他能够做多少，在这种环境里面让他学习一些成长。在大这美发椅顶头，看到家己留了一两冬，甚至更久，而且头毛一辈一辈被夹落来。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，拢受淡薄不甘，但是怎讲，这头毛会当帮助爱幼，心内就变了比较较欢喜。这个义举活动嘛，好出席活动的市员对坤官真感动。歹运得到癌症，你做化疗当中，头毛落了，咱用咱的头毛来做一顶假头毛，来给因治啦，给因个会当行出来。这条关头门来送给阿姨的活动，尽管说天气不太好，但是关头门的民众的情绪是不减少，也因为说有很多民众来响应，也让感情朋友有假头门汤来用。南面新闻台新娘采访报道。